时间无早，心无分文的无明，为了要供养佛陀，竟然想出迷信文化的办法。一在街上挂一块牌啊，四处伫咧叫卖。新欢东边的王老爷正需要人肉救命，无明是不是愿意挂肉相救？听闻佛法以后，伊会当有甚物体悟？敬请收看《菩提心心挂肉供养世圣佛》。